医学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黄燕华近日被控诉将受北医所托的研发干细胞成果占为己有，并与丈夫林泰元共谋将干细胞申请专利，甚至还将关键的技术移转给生技公司，涉及刑法的业务侵占或被刑罪。台北地检署29号晚间搜索调查两人的住处、办公室还有公司等9个地点，同时约谈两夫妇以及公司的监察人到案，也找来5名助理当证人厘清案情。 两夫妇都担任医学相关领域的大学教授，妻子黄燕华原本担任牙齿干细胞研究副主任，2020年升任人体干细胞实验室主任。丈夫林泰元曾经担任台湾干细胞学会秘书长，两人都主持和参与过许多干细胞相关的研究专案。经过整夜侦讯后，公司的负责人涉及犯下刑法的背信罪100万元交保，而教授夫妇凌晨陆续被移送北检，由检察官侦讯以厘清案情。 旺旺水蒸呢，它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它是还原成水，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所以这个非常时期，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雾化器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啊。